志良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呀，你是讲什么话，让恁爸气到安尼死？我敢若讲，伊嘛是恁爸爸哦，你去甲下一个失礼咧啦。啊？啊，我回失礼的影子啦。不过，你要带我一件代志。好啦好啦，只要恁爸仔囝莫安尼死冤，让我歹做人，我什么代志都答应你啦。我要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嗯。哎呦，志良啊，你这某才娶入门，尔就要离婚，安尼死敢好？妈，这某不是我要娶的，是爸，伊的主意啊，一定的。虽然讲你这个某是恁爸爸替你主意的，莫讲你头一个某啦，等你第二个某婚下，嘛是你家谈乱来啊，结果嘞，嘛是走啊。伊是安怎走的？伊是予恁逼走的呢？志良啊，你讲安尼心太无公平，我无逼伊走啊。好啊妈，人已经走啊，讲这也无路用啊。慧珍哦，我无爱伫迄叫什么林素华的啦。我自头到尾就唔捌想过要娶伊，我无介意，我讨厌伊，我永远无想要看到伊啊啦。妈，你若无答应我离婚，我就搬出去住。什么？你讲志良要离婚？伊还佫讲哦，你若是唔肯和离婚，伊就要离开这间厝呢。伊无需要离婚，也无需要离开这间厝。是安怎？因为我相信，一定会介意到说话。你相信？你咧迷茫啦，青木啊！我实在想袂晓呢，啊，这女工到底是好伫个倒哈？这两年来，你常常在我面头前，学落伊偌好拄偌好，我嘛捌带你去工厂去甲看，头一印象是讲袂歹啦，身着水水啊，我嘛相信讲你会敢讲，所以这件代志我也无去插，想袂到伊才入门尔，啊对安尼。好啊，代志的发生啊，拢是有原因的。当然是有原因啦，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志良根本就无爱伊啊。你甲想看卖，甲一个家己无爱的人，是要咱斗阵一世人嘞？有理啊！咱当初嘛是伫个短短时间内为相亲到结婚啊，咱也是行一世人，敢是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也唔过哦。哎呀，好啊，你放心啦，啊！我相信讲，就算志龙是座冰山，说话也是有法度去感化伊。你这么有自信？好啊，莫再讲啊啦，你先出去啊。我袂，我袂出去。大兄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咱们才结婚，今日就要离宴，安尼敢对？你是知影什么对唔对啦？我知影你安尼做都是唔对。我无爱跟你争，你还袂结婚，等娶某了后你就知影啦。虽然讲我还袂结婚。也毋过，之前你娶迄两个大嫂，我拢斗阵相处过呢。莫阁讲啊！我都免无讲啊！你是听无是哦？啊，人伫咧门下口等你等几半半呢。你叫伊走。我唔走。三姐，多谢你。我是来给你回信的啦。回信的？你林素华嘛知影回信的哦。我知影我唔对。你唔对？你对唔对啊？你讲的话哦，逐句拢对，逐句拢有道理。我王志良配你袂起啦，我想哦。所以你才想要离婚对？我唔对。既然你拢知影，就莫遐大面神啦。咱两个人清清白白，为今仔开始，咱一家关系拢无啊。你用会走啊？我唔走，我答应阿爸，要永远留喺王家。永远留伫喺王家，
嘿，林素华，你也知影呢，娶你的人是我，不是阮爸。可是因为娶我的人是你，志良，你给我一摆机会，嘛，给你家己一摆机会好吗？拢已经无机会了啦，阿弟啊，我嘛看会出来啦，你嘛无偌介意我对无？感情是用慢慢来培养的啦。培养，林小姐啊，我无迄个时间，无迄种心情，甲你耍这办公会啊，你着听我苦劝。回去，我唔走，我要留王家。无安尼啦，我知影恁厝嘛足善吃，恁妈嘛足爱钱的。只要你肯答应跟我离婚，我加给你100万、200，安怎用钱啊？吼，我知影。原来你伫遮忍耐唔肯走，是孝顺阮家的财产。林素华，你听好清楚，阮妈唔是遐尼好你啊！伊绝对哦，袂将阮家的财产交乎你。啊你，嘛莫想为阮家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听有哦？志良，我啥拢无爱滴，我是你的家后呢，我就应该照顾这个家庭，照顾你的囝，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啊。敢真是安尼？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你敢知影你拄则讲的话哦？永远无可能。袂啦，志良，我是真心来甲你回实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英涵，别再睡客房了啦。欸，你是大面神还是头壳歹去哈？连钱都赶不走哦。好啦，既然安尼哦，我就搬出去住，安尼你就欢喜甘愿哦。你若要搬出去住，我嘛跟你做伙搬出去住。你要对我搬出去住？欸，你也知影呢。我既然决定要搬出去住，就表示讲我什么拢无爱滴啊。到时阵我什么拢无啊呢？敢讲你愿意对我滴吃苦？但我什么苦唔捌吃过。你若要对头开始拍拼，我嘛去吃头路啊。咱两个阿母同齐认真拍拼做，敢惊去夭折？都要啊，然后我掺一寡物件，你加减吃一寡，吼。我有应酬啦。阿伯，较早回来，我等你。喂，你困你的，有啥物代志明仔再讲嘛。明仔日我去困家。志良，再给我一摆机会，当然啦。我也给你一段时间想看看，我先回来房间了。突然间平安的，你到底是什么款的查某啊？大嫂，小哥啊，啊，你透早是要回哈？我本来就是在学校宿舍，是因为大兄要带你，我唔才请假回来。爸妈搁咧困，麻烦你甲讲一下。啊，你若唔住喺厝的，要去住学校啊？
因为你甲大兄逐工拢咧冤家，我感觉足烦的啦。啊，佮有迄个李嫂吼，我是安怎啊？志玲，你来伫李嫂后壁，你讲李嫂的歹话。我哪有讲李嫂的歹话啊？李嫂伊佮有甚物歹话，头互人讲的？这个面会知影？我若是要讲吼，我就是当面讲啦。我才无亲像有的人哦，拢爱伫咧别人的后壁讲一寡有诶无诶啦。好啊啦，我要等来谈我来煮啊，再见。读书，哼，我看是伫外口别交男朋友照应。小勇，这番话是袂用凊彩讲讲的哦。大嫂，我也无讲唔对啊，你也知呢。咱这小公哦是足娇的，你早晚就知伊厉害。啊，对啦，昨昏我无准备早顿，唔知早顿拢食啥哈？大嫂。嗯啊，恁厝拢食啥？阮厝较凊彩啦，拢食糜配酒咸。食糜配酒咸哦？哎，大嫂，迄是恁厝较散啦。啊，咱王家是好野人，哪会当食啥物酒咸呢？啊，无是拢食啥物哈？我平常时啊，拢会煎一寡卵啦，安尼较有营养。啊，佮伊炒一盘肉，安尼嘛较香啊。啊，我会煎一尾鱼啊，因为阮人哦是上佮爱食鱼啊。啊，对啦，大嫂，我甲你讲，迄阴家哦是足好食的，你也加煮寡菜哦。透早就食只油醋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爸妈，老张，早，加饭啦。哦，请你澎湃啊。来，喝水。啥呀？透早都做甲这么多菜，你唔知道我食早餐是？哦，妈，是的啦，我唔知道你食早餐呢。唔知呀，唔知道你会用问啊？安怎？你无生罪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我袂记得啦。啊，阮厝的都无人食早餐嘞，所以。好啊，尤莉啊。说话后盖来记就好啊。妈，老早。爸，老早。云哥，阿妈叫妈妈。好啊啦，叫什么啦？透早心情就让拍歹了了。李姐啊，吃早顿啦。英杰啦，你有想要吃啥无？我来早餐餐到你吃。免啦，英杰啦，早顿拢恁有恁配三多一姐啦，是三明治啦，你敢袂晓做甚？妈，啊，规桌恁全油醋，我嘛吃袂落，非得要送英杰去学校，我顺便买物件好食啦，吼。哎，稍等下，啊，志良奈无落来啦。阿妈，阿爸讲哦，伊无想要吃，直接去上班啊啦。无安尼啦，恁两个坐我的车，我顺续送恁去。哦，来见，来，妈，来见。阿妈再见，我睡你哦。妈，无我来炒两盒青菜，互你配糜啦吼。免啦，透早就煮到这么多菜，恁爸爸搁在俄罗讲你外外还家，想袂到你早顿就煮到这么澎湃，哪里是你中道准备要办桌的事？无啦，妈，好啊啦。今仔规桌顶的菜无人要食，是要安怎啦？无，我今仔给收起，中昼汤能够用食。留喺中昼食，阮王干捌你才过顿的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妈，后摆我知影。好啦，今仔日是你回门的日子，我无想要为难你，去灶脚摕一挂塑胶篓仔来。塑胶篓仔。我会记结婚迄天，恁妈妈将所有的菜买拢包转去。看起来恁外家厝真爱食菜买，哪敢是安尼生？你着将这包包摕转去，当作你回门的破手，炸转去好啦。这啦，
爸爸掌甲你拍，你搁咧生气吼？我唔敢。你是唔敢？唔是咧生气？爸爸太过冲动啊，是咧啦。爸，你是搞坏事的。为着王家，爸爸会当要求寿华留落来。为着寿华，爸爸当然会当甲你害死你啦。为着寿华，爸，我想袂到寿华在你的心目中竟然这样子重要。敢讲，伊有比我在做后生更加重要是无？志良啊，将来有一天。你一定会当了解爸爸的苦心，啊！素华，伊是个足好个查某囡仔。爸爸希望你会当拍开你的心胸，好好甲斗阵。你一定发现伊有足侪优点啦。也毋过我即摆所看到的，拢是个缺点啊。伊个缺点就是安尼尔啦，但是伊个优点是真侪真侪。你爱慢慢去了解，好不？今仔日嘛无啥代志啦，哈，你就较早回去。爸，啊公司阁有真侪代志，啊等我处理啦。你敢知影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啊？啥物日子啊？今仔日是素华桂林的日子啦。你这个做囝婿的，总爱陪素华回去外家一转。啊，你妈妈。我会准备一寡物件，回炸回去。总讲一句啦，咱王家袂当食人的底，知无？李姐啊，你唔赶紧整理，等一下阿爸阿母就要回来呢。啊，回来就回来，要是要安怎？今天是大姐回来后头厝的日子，而且阿母出门之前有讲过，要将厝的摒扫较清气的啊。咱是要整理啥啦？讲安怎整理，刚刚来王家会比的是。日子虽然咱甲别人袂比的，也毋过。啊，你点点啦，手手青有影，无代无志哦，生甲你个查某囝骗着创啊，早早甲你用分互人就好。日子啊，啊你讲这话哪会对哈？啊不，你遐歹想死哦！我讲你有啥唔对啊？李姐，你也知影呢，大姐会嫁给王家，是为着阿珍，唔是为着因家的钱的。啊，若安尼，我嘛会当嫁啊。奇怪，啥奈伊就是爱大姐啊？当外家就当外家，有啥物稀罕？我甲恁讲啦，总有一天哦，我嘛要来找一个有钱人啊。到时阵哦，一定比王家搁较请伊啊。王家，好，小姐，哎，进来，进来。你倒过来啦！倒啥？倒啥？啊！旁边。来来来来，你倒我讲好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死我啊！你这手啊，你酸到要死去啦！啊，徛遐出来！你不看你母阿叔，你算记得对对啦！哦。啊，这是整理好啊未？哎，阿兰呐，你嘛较差不多嘞，变规仔去，啊，这倒定啊，安尼乱吵吵。哎呦，阿母啊，今咱这间厝就这尼破啦，要变安怎整理唔同款？阿母，你讲啥？无你去灶卡啦，把遐鸡啊鱼啊拢我创个清，紧。哦，老实。紧去啊！哎呦，足烦的呢！哦，这走几啊声哦，你这平淡嘞，话拢袂行嘞。好啊，阿好啊。哈。我问你，啊你今日是安怎？阿凡是咱家己查某囝，啊转来做客，你买遐侪物啊？啊你无听小弟讲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就歹看面。咱是无因往个遐尼好呀，但至少咱来表现一下。等下吼，我来装水水啊，好食好印象嘞，甲伊好啊讲一下，啊煮一桌啊手露菜，让恁囝婿看一下。哼哼，人早都看过啊啦。看见啥物？哼，参看都歹甲你看啦。妈，妈，这是这五万块，你先提起用啦。我无需要用钱啦，真实的。哎呦，大嫂，我妈要给你钱，你就退去，莫当遐咧假身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嫁来这一定无通走偌济钱吼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这个钱你提起用啊。妈，我伫咱兜真是无需要用钱啦。啊，你今仔日要转去做客哩，敢免买一寡较会看的伴手信？
提起啦，看你厝内面需要什么，去买一挂。妈，这是无需要啦。你无需要，我需要啦。素华，不管咱眠床顶是偌破偌烂，咱若用一件水水的棉被甲盖起来，就水当当啊啦。你无听人讲，人水嘛着水衫来加。除了买恁家的物件以外，你家己嘛去买几领较水的衫来穿，才袂予人讲阮娘家咧苦读新妇啦。妈，其实我穿安尼就真好看啦。搁再讲，顶摆送订的时阵，我搁有足济事新衫还袂穿咧。啊，若是讲破厂吼，我想是应该予志龙去买啦，我无应该摕妈的钱啦。妈，伊若要来哦，就准拄煞啦。你把这钱给我，我通好来去买几领新衫。我知影你咧想咧，是你敢唔敢知影要买衫尔？你的衫无够多穿。哎呦，妈，那是想讲哦，要陪你出去行行，啊，替你拣几领新衫，啊，这新衫买我的嘛。嘛好啦，你去打电话看志良回来未？嗯。说话。既然你目前无需要，我就先给你收起来。等你若需要，再去甲我讲。好，多谢妈妈。妈，志成讲爸已经叫大侠先回来啊。哦，好啦，素华，安尼你去准备一下，好，去换一件较体面的衫啦。我甲小玉、甲英杰啦，本人嘛无要回来食。我知啦，安尼我甲暗顿穿了好，等三姐甲回来了。我才回去后头厝。嗯，安尼真好。春天开，花花香。你今天做啥？啊？你看，我穿啊咧水无？哎，我今是丈母妈了，啊，阮好爷今仔今要倒转来，我无少增加好好印象要来用的。对啦，你是丈母妈，你穿甲安尼，你面色敢若没人无咧？哎，你讲啥物？啊，那阿未到位哦。啊，来，去打电话，看你大姐怎才到位。我才不来，那要卡，叫阿坤去卡嘛。哎，你是找人想哦，计较呢你。好啦好啦，阿坤啊，无你去卡。哦，哎、欸，阿坤，你坐呐，我去走卡无用。好，你无用，你无用。阿兰呐，等你是安怎？啊，一个面啊臭臭安尼。煞袂晓讲目空车。找因哦是菜鸡命啦，无一定讲嫁也好嫁啦，就会较好命啦。至少比店面这间厝较好命。哎，无你讲的是什么话啊？我是欠你这，欠你钱哟。你讲的什么话你？你早去哪讲？好，要气死呢。当然不是什么大代志的，那就气错啊错啊。阿母啊，哎，大姐讲，只有搁在公司还袂转去呢。还阁有哦，伊讲，假使讲若想啊，叫咱先食。嘿，迄边哪会用的？今是恁大姐头转去的日子呢。啊，我这囝婿是头一摆来呢，无论咱也嘛爱等伊，对无？好爷人咧趁钱，就真是趁到讲连饭都免食，到即摆还唔转啊？对啊，小奇怪，即阵几点啦？到即阵还袂倒转来，还是你变声下尔？坤啊，我叫你敲电话，你敲未啦？有啦，阿爸我拄则有敲，啊，不过大姐讲只有哥也要转来。哈？即阵几点啊呢？今日阿华是头转去的日子呢，啊，伊即阵无倒转去，袂是走倒啦？什么走对倒啦？啊，人公司就遐大经，伊搁做总经理，啊，足侪代志拢爱伊去处理啊，诶，一定会较晚。好安尼哦，讲遐即个有够过分的。今日是大嫂要返去外家日子，就算讲公司搁较无闲，伊嘛应该陪大嫂返去一撮。中昼的时阵我都已经叫伊返来，哪有可能到即马都还袂返来？是啊，爸开始早都大兄返来，下晡公司的代志拢是我咧处理。这无定着，大伯受啥物公司耽误着啊？啥物公司敢会比白素华返去较重要性？咱是有地位的人，免来当失人礼啦。这志良啊，真不是款啊！好啦，无要紧啊，为即马开始啊，伊就莫甲我回来，那无啊。那无是安怎啦？你莫胡白讲哦。我想志良可能是有代志耽误着啊啦。
是啦，爸，无得卡就参像妈讲的，志龙一定有代志，所以吼，伊才无法。有啥代志啦？我都甲伊讲，所有代志先放落，一定爱先陪你等伊外家一转，伊还阁有啥代志？秀玉啊，你赶紧敲一个电话，看有伫公司的无？啊，志成啊，你去外面看恁阿爷回来啊未？吼，假使若拄到恁阿爷，就叫伊先来礼拜。你爸回来是毋是知影？知。啊，闪啦，一个大班。完了，恁祖爸今日要甲等，等我这好囝婿到底几点才要找我查某囝倒回来？阿婆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什么何必？可养老就先下班哟，气死人啊！好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今日无好就公道哦，恁祖妈都快跟恁倒去啊！公，你莫去爸爸嘛。阿公不是得去恁爸爸啊，是恁爸爸。阿公，我感觉爸爸真委屈呢，爸爸无介意，我嘛无介意，现在大家为着伊就去骂爸爸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囡仔人唔通教话，你今日耍一天后，明仔再搁要去学校，较早睏，好不？嗯。妈，公司有无人接电话呢？这个阿妈，你带英杰先去睏啦，吼。英杰，你先陪在房间。阿公，我今日莫去爸爸啦，我较唔通为着这查某骂爸爸，好不？唉。啊，袂啦，袂啦。你阿公哦，袂甲恁爸爸生气啦，应该乖，你进去睏哈。行，好。爸，没有代志啦，飞弟，我明仔载转来去嘛是同款啊。厝当然是一定爱转去的。是啦，素华，明仔载哦，我一定叫志玲莫去上班，一定爱陪你转去啦。多谢妈妈。对啦，志平啊。你去黄华洲，叫伊明仔载透早买上好水果甲礼品，知影无？我知。素华，啊，我会存一寡钱，予你早转去。妈，唔免啦。啊，今日又甲我存水果，安尼我就真欢喜啊。搁再讲，假使明仔载志龙来陪我转去，我来就满足的。你有听无？像这款的媳妇啦，伊还讲啥物好嫌的？枉费我今仔日心心诚意向伊回信的。好嘴甲坑，想袂到伊。好啊，好啊啦。等志龙回来问我清楚，毋就知影。吼，好啊啦。志龙啊，你哪会这么糊涂嘞？你也毋是毋知影爸爸妈妈上爱面子啊。我袂装妈妈，我定要甲伊赶走。好好好，应该乖。卡叔，你若真是要甲迄个查某赶走，那恁李静一定甲伊斗相共。真是嘞，应该。都参像你逃学无去好好，李静嘛拢知影。你放心啦，李静已经去甲老师讲，你无去读册是因为厝内底有代志。李静拢已经甲伊斗相共，你敢知影？我当然嘛知影，李静，你上听我啊。对啊，李静甲李静哦是上介听你的，所以哦，你顶下听李静的话，安尼李静才会当甲伊斗相共啊。嗯，要唔过，要唔过啥？假使李静嘛是甲伊斗相共，这万一代志若是瘪空，你等到讲是李静甲你搞，安尼到时阵哦，我一定向赶出去的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李静，你放心啦，你一定要替我想办法呢。万一到时阵哦，阿公甲阿妈真正知影，就准讲我可能怕死，我嘛袂讲出来呀。真是嘞，嗯，真是嘞。哦，嗯，王爷，好，志强，是你啊，阿瑞坤啊。哎，拢是为着你啊，大爷。嗯，什么为着我啦？来，赶一个人，出动的啦。哦，大爷，你是真是唔知是咧结糊涂啊？你今日应该陪大嫂回去后头厝呢。啊，原来是这件代志，我俩准是啥？我本正是要陪伊回去的啦，也唔过哦，临时客户敲电话给我啦，叫我去讲生意。
我唔知啊，去应酬应酬，先难过啊。大兄，有啥物代志你交代我去做就好啊嘛。再讲，中昼阿爸才甲你讲过，你嘛答应阿爸，今日要陪大嫂回去的啊。哎呀，志祥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呢。我问你啊，是公司重要，还是私事重要？哈？卡叔哦，我连公司哦拢无材料甲处理好势哦，我是要安怎教人做啥物大头路啊？哈？你是要人做啥物大头路啊？讲啊！你是要好啊啦？三更半夜卖话甲大细声，有啥物代志你别来对讲啦吼。志良，你敢装的？你中头是安怎答应我？爸，原本我是要回来，要唔过到临时哦，接到德国客户打电话来，伊讲伊人即马伫咧台湾哦，找我要讲生理啦。爸，这是一边哦，数无出大生理呢。迄是有偌济？哈？是几百万美金，还是几千万？而且，我有听到风声啦，迄间公司嘛唔是讲足稳，这代志志祥嘛知影。志祥，敢讲你无甲你大兄讲是？爸，我会记我甲大兄讲。爸，啊对方哦，嘛足客气的，伊讲伊一抓来哦，专工是要甲这边生意哦交予咱来做，而且嘛足阿三利的，定定嘛拉吧，你是拉偌济？我甲你讲过，你会当做的生意，志祥嘛会当做。爸，你哪会安尼讲的？搁再安那讲，我也是公司的总经理啊！这总经理是我给你做的。好，假使咱认为我做无好势吼，你就何止就去做啦。好啊啦，你有咧叫话，跟我讲，你会动脚动手，怎子啦？妈，爸，我辛辛苦苦为公司咧打拼，搁安那讲哦？公司的代志绝对比男女感情更加重要啊！你根本都胡白讲，你明明超过伊，你就超工无爱陪嫂阿回去，对？爸，我有公司袂用陪伊回去，但讲伊家己都袂用回去是无？袂用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卖阁再冤啊啦！淑华，唔是我来讲你哦，志良有代志管袂转来，你敢袂家己先转去先？有你啊，你是咧讲啥物啊？叫淑华家己转去，你若讲会出嘴，做囝婿本来就应该陪转去啊！搁再讲啊，就算讲志良有代志啦，嘛应该敲一个电话甲淑华讲一下，伊根本就是好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甲大家发泄咧啦，爱纵容一人哦。过来过来，我甲讲啦。志良啊！这件代志开始是你干唔对，明仔妈不准你去上班。妈，听我讲无唔对啦，明仔就会送恁回去。我看我讲，你嘛就袂受我回去一撮。哦，大兄，莫阁给爸妈在嘛操烦啊。大嫂，你先带大兄回去房间。好。有你啊！你看伊是甚么态度啊？都是你伤害伊啊！总经理，难受啊！你哪有在裁掉啊？哼！妈，老早。嗯。我上班了。等你。今仔日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陪淑华回去。妈，我工厂阁有代志啦。啥物代志拢放一边啦，嘛才半工的时间尔嘛。我甲你讲哦，本来恁爸爸是要踮遮等你的哦，是我一直催伊先去公司的呢。所以今仔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陪淑华回去。妈，你若要阁安尼生活，连我都无法度甲你斗三工啊哦。妈，好啊啦。妈，老早，淑华，来，食一块钱你摕去。
无啦，妈，我没有这个钱啦。客气啦，你是新娘呢，今仔头一届回门，总是爱包一挂红包给恁爸爸妈妈跟遐小弟小妹啊。客气啦，吼，乖。啊，昨是你回门的日子，阿公尽量无陪你转去，小农家较失礼啦。你着替我做一下人情，明年我会办一个桌，请恁爸妈吃一个饭，吼。多谢妈妈。好，啊，进去，进去。我拢叫阿舅车准备好啊，哈。当娘啊！当娘啊！车准备好啊，是？拢准备好啊，要唔过林先生甲林太太拢来啊呢？阮阿爸甲阿母拢来啊！啊，你紧请伊来啊！好。林先生，快来！是个，是阿母阿爸。是嘛？我问你，早是阮阿爸头等下日子哦，阮规个口安变啊清清淡淡，我煮几道菜偌澎湃呢？你现在要让我转去？是嘛？阿婆，阿母啊，是安尼啦。志良吼，昨昏吼本来要让我回去啊，结果公司上代志伤多，走袂开卡。啊，按算讲今仔日转来去，讲我拢穿好鞋要回去，才拄好。啊，你拄好来啊啦。恭喜啊！真是嘞。是啦是啦，你无看阿华衫拢换好啊？哎呦，水当当哦。这拢大家买好过来。哦。是啦，亲家姊嘛。我盘手拢买好啊，准备要素华转去。啊，拄好恁来，啊，既然来啊，请坐啊，请坐。是啊，阿母阿爸阿姑来遐坐。坐啦。坐。志良啊，你莫叫人。是嘛？我昨昏主要请是要请志良啦，这囝仔哦结婚前哦拢无时间通甲伊甲好好讲啦。啊，主客是伊啊，对无吼，志良。好啊，等下啦。像咱入门甲进嘛，敢若看到你甲青姆，还佫阿华甲你讲话，啊，这志良啊，连一句话都唔讲，甚至连叫声都无啊。哟，啊是啊，哎，志良啊，啊青姐青姆就来啊，你无叫人一声？嗯，无旋转啦，哎，无。哎呀，旋转来，那哈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哈。你无拄仔在听，志良都要带阿华转去啊。啊，咱即马来啊，归去哦，咱就带伊转去啦。有啥物话哦，转去再讲，转去再讲。安尼哦，是啦是啦，啥物代志转去才讲啦。啊，这礼品爱记得带转去哦。哎呦，起码你得要遐搞礼数，我就讲唔免买安尼。啊，当你得买啊，我归去收收转来啦，干咪在遐丢镭啊吼。阿舅啊，这礼品摕去车顶。我知。物件若摕了吼，左囝顺续带转去。志良。志良啊，你话哪安尼讲咧？阿华是你的某呢，我的某是啊，志良啊，我也是母姑呢。人讲天顶天公地下母母公，阿姑甲你讲哦，阿华不但是你的某，佫是一个好某呢。是啊，我嘛知影，伊就亲像一只虎。虎。恁查某囝伫结婚头一暝，就甲我头家讲一空，这毋是虎是啥？讲一空。无啊，阿华，这到底是安怎？爸。代志毋是安尼，这是误会啦！哎，对啦对啦，一定是误会啦！阮阿华遐尼乖巧的查囡仔，哪有可能甲伊拍到头壳一空呢？什么误会啊？这敢是假？我真唔相信阿华会甲你头壳讲一空啦！是嘛？阮志良无陪素华转去，是志良唔对。也毋过素华将志良头壳讲一空，遐嘛是事实啦。是嘛？一个查人哪有可能甲一个查甫人头壳讲一空啦？你讲笑还讲笑，你嘛莫讲啊伤含哦。什么笑话嘛？这是事实，而且。都为了伊，害我魂爸爸。既然伊无尊重我是伊人，我无承认伊是我的某啦。实在甲你讲啊，这两天啊，我一直困伫客房，阮一点关系拢无。你听好清楚啊！什么呀？你即马讲啥？讲你结婚到即阵啊，啊无共同，啊无做阿妈某？阿华。敢真正亲像志良安尼讲的，安尼到即马拢还袂共房？是嘛？啊，志良若真是安尼做吼，也太无应该哦。是嘛？我知影是阮志良唔对啦，我嘛有讲伊啊，而且吼，而且安那，哇，是嘛？恁安尼做真过分嘞！阮阿华是嫁人嘞，哈？你不着外家厝，我等伊无大劲，佮等下你佮糟蹋。是嘛？我无讲歹互转去的意思，我嘛无甲糟蹋啊。我看你是误会啊。我甲你六岁咧啦。啊好啊，我著甲你讲过，嫁啊这有钱人哦，这礼数是坐过娘门。
敢讲因有钱人，就要用一个第四人哟。对啊，咱阿黄一定受着真大委屈啦，规日咱个带转来伊啦。好。哎呦，大兄，拜托个啦，莫阁兄差天会道啊。我一只是讲啊。对啊，阮大兄讲无唔对啊。哎，起码恁两个差不多了，那是我的好人第四人呢。嘿，我跟你讲哦，阮大兄讲安怎讲嘛是阿华的母姑呢。叫你结婚，你敢来坐大位哦？你大位无好坐，无大，你讲什么倒挂个？哎，阮才收恁聘金一百万尔呢，那这一百万对恁好人来讲哦，哎，无值恁一支脚毛哦。你想要一百万，就要我赔转啊，是无？就要做头份啊，是无？亲嘛，因翁仔某袂合，我这做大家嘛是真头疼哦。我嘛有叫志良赔素华转去哦，我并无讲要将素华赔转的意思。那你安尼开嘴合嘴拢是钱，无啊？你是将恁查某囝当作啥物啦？当作啥物？当作宝啊！阮阿华伫厝哦，三顿拢伊咧烦恼哦，厝内大大细细代志拢伊咧做，总赚的钱拢给我哦。伊即摆嫁你哦，我是偌唔甘的，敢若我心肝头一块肉同款，腹肚好你同款，我痛丢丢哦，你敢不知？好啊，啊既然承认，你就带带回去啦，安尼就袂唔甘啊啦。迄一百万哦，什么一百万？哦啊，你搁想要讨伊一百万哦？免想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虽然恁两个是无同房啊，但是大家嘛知影讲，阮阿华是嫁你啊，我再带回去，想要滴啊。好啦好啦，那真是要怎带回去哦？大家来讲看卖，看多少钱啦，好水门风啦。好啊啦，亲嘛，你还是讲伤过分咯。我也无要赶素华走的意思，我嘛无叫你甲带走，是你安尼入门了后，就开嘴合嘴拢是钱。哼，无啊，那素华是人呢，也毋是猪啊啦。敢会用个亲君亲娘来卖信？好啦，就是讲素华是猪啦，亲君亲娘你卖，我哪有忌惮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母仔囝两个若无好一个解决吼，我甲你老阿全家口鸡犬不宁啦！什么鸡犬不宁？素华嫁来阮家就无相干，阮老公家好闹甲乱吵吵。安怎？今麦连你也想要闹惨了是吧？我甲你讲，我无兴趣啦。素华，想袂到你妈妈这尼啊欠卡。既然是安尼生，阮志良也无需要陪你转去啊。我看，你着先甲你老母转去，看要待偌久拢无要紧啦。妈，你莫生气啦。阿母啊，你也莫想遮济啦吼。今仔日志良无要和我等后头厝。我是要回去的啦。